破纪录还要喝汤啊，太猛了吧。哦，来美女，你的三两螺蛳粉。这么多啊？啊，多吗？啊，好多哦。没有啊，都是三碗一两的呀。啊，我这个是换成小麦菜的哈。哦，是不是被吓到了？这么多，先试一下。你刚才不是说挑战五两吗？这么厉害。想是那么想，来挑战我不敢了。保守一点，搞个三两千是吧？对，是的。是从哪里过来的美女？广东。广东人啊？是啊。东莞来的是吗？是的。那这个粉这么辣，能不能吃了呀？我经常吃哦。你们的这个。经常吃我们的袋装是吗？对。哦，是吃了袋装觉得味道不错才过来挑战的。听说这个现场吃的还更好吃。哦，赶紧尝一下。可以了是吧？可以了。不吃了是吗？不吃了。美女是哪里的？广东的。广东的，广东也吃的这么辣呀？经常吃。是吗？经常吃。可以，那就开始了吧。啊，想不按着得了，美女饿了。还没按着，按着搞一口进去了。让他两分钟，没事，阿姨。好大一口。你这三两粉不够他吃哦，阿姨。不够吃就加。刚才他不是说吃半斤的吗？我先试一下。试一下。你意思说试一下，等下再加两碗，对吗？嗯，可以，没问题。他经常吃你袋装螺蛳粉的，他说。原来如此，已经吃够了。美女平常在家吃那个袋装的，一餐要吃多少包啊？两包。两包一餐啊？哇，那你一个月要买多少箱啊？吃完就买，吃完就买。嗯，反正不给他断货啊。嗯，有实力哦，专利棒，又不贵，39.9六包是吧？对的。哎呦，两三口好像就没有了。美女，你五分钟吃完多得一箱。现在才一分钟啊。对啊，五分钟吃完多得一箱。哎，你这个三两是不是给少了？两口粉都没了。你这种人我怎么说呢？人家嚼得慢，你又说我给钱多又贵。人家吃得快，说给少，什么意思？有意见你就过来挑啊。没有啊，我看着他吃起来好像那么简单一样。你看人家吃一口，到那个美女吃四口，最大盆跟他三两口都搞定了，阿姨。一分29秒，粉都不进了。螺蛳粉够不够啊，仓库？放心放心，哪个来挑战都可以，随便拿。哥哥像这样拿螺蛳粉，那有点难搞哦。我开心就好了，人家本事开心也可以了。也好，知道吗？有道理哦，搞这个活动就是让粉丝开心了，是不是？是，只要开心就好，知道吗？卖了34年螺蛳粉，回馈一下大家是吗？对呀、啊。阿姨，你再说两句没有了？哎，没有，这就是多给一箱给他吗？我端上来的时候，这美女还说被吓到了，好多啊，她说。没有吧？这个碗是口子宽，底下是尖的，所以看见好多，其实不多的。破纪录，美女，五分钟破纪录，多等一下。你不用五分钟。我觉得根本不用五分钟，太厉害了。阿姨，今晚遇到高手了不？没事，他再加两碗我都给他加。他真的应该挑战五两，应该都没问题的。美女，现在有几层宝啊？六层。才六层，还可以加三碗哦。你家青菜还没吃完呢。两口都是嚼完了。加油啊，争取破纪录。阿姨，快给人家加油啊！看见的，不用我加油，他就会争取五分钟吃得完了。还有最后一分钟了，美女加把劲，加把劲啊！加油哦！四分钟了啊，然后待会就差那几秒就遗憾了。对呀、啊，还有50秒破纪录，加油，美女！就剩三两片富足了，快点啊！加油，最后两口，还有20秒了，快点啊！他们都出汗了，你出汗没？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吃完马上按暂停啊！还有13秒。阿姨，你快点帮人家按。好了好了。哇、哦，恭喜你妹妹！你也是喊得太急了吧？本来人家还想喝一口汤，你都不敢。你怎么知道我汤？是吧？好棒！破纪录还要喝汤啊！各位知道什么叫粉不够汤来透？太猛了吧！阿姨，他怎么得这么多？别人不是三箱吗？人家打破我们的记录，我们是五分钟吃完，是得多加一箱的，你知道吗？打破记录是五分钟，所以多得一箱。不要眼红，你们有本事就过来哈！美女，恭喜你4分52秒挑战成功，好吃吗？好吃，非常好吃。怪不得你吃了我们的袋装以后，你就过来挑战。对，谢谢谢谢，不客气，欢迎你下次光临啦、啊。